san siddhi hom om guru 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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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 siddhi hom。我们讲灌顶跟灌相，灌顶跟灌相，这个密教它有一个仪式，就是灌顶。这个特别跟其他的这个教派不同的地方。那么灌顶的意思，也可以讲就是开启。开启，打开心，把这个法的这个种子放在一个行者的心中，是法的种子啊，进入行者的心中，也是一种加持力跟宇宙的力量啊，进入一个行者的心中的一个象征。灌顶这个仪轨啊，本来讲起来是非常的严肃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在密教里面呢，有灌顶坛，灌顶坛啊，有曼陀罗，有诸尊。那有灌顶的上师，另外还有灌顶的弟子，有灌顶的这个法器，这整个合起来啊，才是一个灌顶的仪轨。其中还有很多的细节啊，可以讲这个灌顶师跟被灌顶的弟子之间啊，还有很多的这个仪轨。那灌顶的时候啊，一般的灌顶呢、啊，有些是比较简单，那个仪轨比较简单。真正有大灌顶、重要的灌顶的时候啊，你这个受灌顶的弟子还不一定是有具备有灌顶的条件，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啊。这个受灌顶的弟子到面前来，那个根本上师还要加持一根吉祥草，加持完了以后，你把这个吉祥草拿回去放在你的枕头底下，晚上睡觉的时候看看宇宙的诸尊啊，是不是允许你受这个灌顶。那当天晚上你的梦境呢、很吉祥，那表示啊，这个活菩萨应许你受这个灌顶。假如你跟这个法本身不合啊，就是相违啊，或者有这个逆相逆的这个意思在里面，你不得受这个灌顶的。从以前的灌顶呢，还是有条件的啊，不是说随随便便。你要灌顶一个特别的法的时候啊，根本上是还要加持这个吉祥草，让你回去放在枕头底下做一个梦看看，然后第二天呢才给你受灌顶。所以不是说很随便的就给你啊，就给你做灌顶了，不是。这个是比较这个啊庄严，那比较严肃。那密教本身呢、灌顶呢，有所谓的这个啊引众，对要发这个引众心，对于灌顶呢，不是很随便的这样子灌顶的，就是你一定要很重视这个灌顶。
虽然只是一个仪轨啊，其实在那个场合里面呢、啊，你这个灌顶师啊，是要招请宇宙的这个至高意识的这个灵啊，进入这个上师的身中，又要进入这个法器里面，灌顶器、灌顶瓶里面，还要放甘露，放珍贵的这个药物，珍贵的这个啊，它本身的香料。那祈请本尊呢、啊，受灌顶的还要祈请本尊住顶，做种种的观想。那个仪式啊是非常隆重的，仪式是非常隆重的。所以一个大法的灌顶呢、啊，便不是说很简单的。这里谈到这个灌顶的合法跟不合法的问题啊，没有受密教没有受灌顶的，你修这个法没有受灌顶，都是不如法。你有受过这个法的灌顶的，才可以修。这里面有它的意义，就是灌顶本身呢，有上师本身的传承加持力，还有呢，诸尊、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空行的本身的法力在里面的，这两种力加起来才叫做灌顶。才叫做灌顶的，也就是说你修这个法是经过啊诸尊宇宙意识跟根本上师本身同意你修这个法的。假如没有这种两种力，你拿到法本，那你就开始修，这个是不合法的。我们也晓得这个密教的法本经常有写着啊，未经灌顶不得啊翻页，不得翻开来看，没有经过灌顶你不要去看这个法本，因为修了没有什么意义的。另外啊，也提到特别提到一点，好像是说密教要弘扬啊，你说上师啊，真正啊这个的上师便不是很多，那其中有一个特别法，就是有大轮金刚的这个印跟咒的问题。密教里面有提到大轮金刚咒，你结大轮金刚印，念大轮金刚咒21遍，等于受灌顶，可以入一切的坛场，跟修学一切的印咒啊，可以得到相应，这是很特别的。但是只准在没有上师的地方，也就是说，你的人啊，本身呢、啊、来讲，你在苏联，在西伯利亚啊，那里没有密教的上师，你怎么找都找不到密教的上师，他特别通融你。啊，学这个大轮金刚的咒印，你有大轮金刚的咒印，你结大轮金刚印，念21遍的大轮金刚咒，等于受灌顶。或者你是在啊，在那个好像说北极啊，跟爱斯基摩人住在一起，那你在北极的地方啊，你在北极冰天雪地的地方，突然间从那个洞里面钻出来，要找一个金刚上师给你灌顶。你只有血给你灌顶啊，这个冰血给你灌顶，没有什么人给你灌顶的，那没有关系。你那时候你请求上师说，我在那里没有办法受灌顶怎么办，那这个上师啊写这个大轮金刚咒啊跟印啊给你啊，你在那里自己结印自己持咒，就等于灌顶。这个是很特殊的啊，这个是很特殊的啊。今天先讲到这里。 Om Mani Padme Hum。